低文化率。在聚会开始之前，先说一点点我小小最新鲜的见证。昨天我的公司礼拜六嘛，突然出了一个状况，我赶到公司去，事情也还没有解决，回来之后就满脸的挂绿。可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借着祷告，然后主日早上我跟弟兄姊妹来在一起读圣经，一起呼求主、冥想受主，感觉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这个挂绿就出不去了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。所以下面有一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我们先一起来读哦。应当义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、带着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们的秘诀就是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第一首诗歌。单纯的第一首诗歌，单纯的信托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尤其是第三节说我们要常常喜乐，
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无和比这更美好。哦，我们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不住祷告，要凡事谢恩。哦，因为主是我们永活的源头，是我们一切的供应。哦，我们把我们的忧虑都交托在他的手中，他就能保全一直到路中。阿门。哦，我们刚刚忘了请这一组来的朋友们，不管是你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，只要是还没有受浸成为基督徒的，好，我们先站起来，好，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，热烈的掌声。大家太客气了，请坐，感谢主。阿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会有三组的见证，应该说变两组了。我们先请这个恩惠姊妹跟李彤姊妹，阿门。我们也是热烈掌声，请他们来做见证。